小丑，大鹏，我不修啊，我去修色晕。我在沙袋里边，我躲一下，这样子还好，不太吉利。他在色晕，人皇那边拿推进器。拆板啊！拆板装火，没一刀。走了，不聚了。不想摸了，把沙带了。磁铁不是有磁铁可以断锯吗？怎么就死了？这么真实吗？我装修了，也不够，留在脸上。有张狂，我这电机还修得很慢。铁木要吃钻了，闪现没交啊？闪现没交。对，闪现都没交，闪现交了，死了，保平吧。吃钻了。哎呦，这人还要把我害一下！地下中场啊！我也没拉球，应该记得多少，剩下一半了。我卡了一下，炸回去了。有没有在修屋里房子？一人一台。救我来了。看能不能挽救一下啊！我顶不住了，下一波我可能要死，下一个狙十二秒，十二秒之后死了。嗯，没吃战袍，人皇修一半了，他有球吗？可以撞一下。有，他满球。他满球，他为什么不开球啊？完了，可以。没你。那他得挡一狙，你娃娃小心啊！狙娃娃了，狙娃娃了。兄弟。天气了，沙包的一半，人皇一半，我不修了，我在修屋里房子，你可以进来。我摸一下天气，我摸一下，单台再要碰一下，不碰不行。不要我走了，拉锯了，我先拉锯。我抽个箱子，行吧，你继续摸个箱子。屋地方里边一半了。
你求得动啊？哎我操！我摸了个娃娃。可以。我用娃娃修。你那，你那啥能量吗？我觉得能量把我带走了。嗯，又走了，同个地方出。救我啊！救我、啊！撞了，撞了，撞了，撞了。攻击房呢？再修个20秒左右就开了。啊，死了！人皇也快开了。嗯，就差我这里了，我这里也差不多了。女娃可以拿去卡门。没有没有，他追我来了，你能量吗？差的不多了，前锋来补了。你们得救我一下！我、哦、死了！往哪挂？角落，角落。哦，不对，人皇，人皇，人皇。贴点胶吧。我等会往小木屋带你，直接开门啊！我看看能不能走个地窖吧。让他打你，没敢了，他没一刀，没一刀，没一刀你走啊！你开门，你开门，开不了，我这个底前不开，你让我开门，你觉得我开得动吗？有道理。那也许就找那边，那那边狗吧，找你了，哎，找钱。那你只能开了呀？你，你，我开，我再开。你再开另外一边门啊！我去救他。不行了，他过来了。找你了，走。我绕一下吧，我绕到右栏门去了。我去摸他。他被打了钻，而且有治愈吗？他？没吃钻，他直接装了一个推进器的。那行吧。有治愈，我得走了，回来了。前线交了啊。兵连自摸起来，我能把他，我能把自摸溜出来。哇，摸六个蛇，一个板都没了，拿头溜。那、哎、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小门开多少了？小门开多少了？这刚开了，伙计。还有什么？我直接去小门应该够。不是，才刚开，不是开了。没有神仙交，没交啊？没交，没交，那前锋怎么倒了？不知道啊，开了大门是吧？对啊。先别走，先别走。哎呦，这个能断掉就好了，地窖在中场。平了，平了，平了。你还有治愈吗？先别走，先别走。可以弹啊，你挂死吗？嗯，不是一挂死，我一挂，但是这里有加四，看他会不会挂加四了。那肯定挂加四啊。嗯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多少？400分啊！400分还行。公主不修起来，修起来这把就稳了。我在大推，我溜了。小木屋直接修了。红蝶。红蝶。我修小门了。嗯。小木屋没电机。接我了，我在大推放了娃娃，看见我了，小木屋是吗？对，小木屋，小木锤我了，那我先修一下。你算一下 TB 的时间 ，TB 是开局的时候是45秒是吗？你说什么 ？TP 啊 ，TB 开局的时候是45秒，对，45秒。知道了。不应该跟他玩，不应该直接下的，应该跟他玩板。GG 的 bug 飞好简单，一下就飞进去了，拿他没办法。
我下一秒就要死。前方没修机啊，一直在跟我。前方撞了一下。哎，你的四号机谁在修啊？我的。那我过来摸一下，他不追了。头这么铁，应该是金身啊，应该一直憋着不交。地掉四号机，红地毯我在修，烂了。这速度一下就上来了。你看看小崔有没有机子啊？有二号，二号修不了，被守了。没修别的，还有中场，中场我可以娃娃和你一起修。那就是红吊挡中间的，用冰修，不对，前锋修的，没动过，摸了一下。他们的机子我先压在那了，压的不多。马二哥来合修吧，他他妈要救人，好吧，我要死。他金身终于交了，我要卡大门了。干嘛？应该是你那台压了，周四应该是都比你快一点。可能会干扰你，有可能。多大了？好像是黑妹想压哦，我压，我压好了，丢下来就点。走了啊，三二一。哎哎哎，没板子这里。没事，你有娃娃，前面有前面有花板，直接往那个红毯子走就行，把前锋卖了。哎呦，我还以为他要追我，吓我一跳。他追我这把可能就行。他金身，金身，快走。他挂不挂都输了。就是呢，他在小门，门走了，挂。都走了，都走了。哎，这黑妹几个意思？我吓死我了。他想去浪一波。不是，他想去拉前锋。打到六阶就继续玩土图是吗？对啊。毕竟我是不打算转员的，我只是打个六阶而已。再加上要排名掉一掉，我能秒排。排名太高对我没好处。有，出事了！你撞脸了，我帮你一手。红蝶吗？对娃娃，对娃娃。可是我能娃娃把他拖到老远的。我走了，不用撞了。这叫老远？这还不远吗？他在我脸上的，就娃娃去了。那我帮你一手，你加油。能击到吗？没有，追我来了。你有点吓人，我的妈！被抽刀了，溜了溜了溜了！我往墓地带了啊！没带插板，没带插板，应该是有插刀。肯定追我呀！我受伤了，他不追我。你带走。哦，我把他带红吊挡中间了。
一时半会儿死不了。他不怕砸了吗？妈呀，练好久，你加油！我要死了啊！下一波他飞了，我就死了。死不了，死不了，又活了。这红蝶心态有点崩了，他今天要锤死我。被抽到了，能亮吗？直接亮，能亮，直接亮。亮不亮？啊，那让他们救一救。贴门吧，贴门，娃娃贴门。应该传送了。没有，娃娃已经贴到上面了。魔术师偷了。丢了五台。点点点点点点点，别等。还追我，妈耶！还补？不追了，不追了，不追了。那这边直接走门吧，留了。什么卡？把它卖了，把它卖了。你是那边卡特尔迷？给我炸了！还要打回大王，别走！红兵也来上门了，牛兵的想干嘛呀？牛兵在往这走，反转，再来一个亲密接触。刷分而已，五十。匹配不到人，并不是我懒得等而已。其实五分钟就能打一把，不想打。小木屋在我这边，你看，完了撞脸了。我活了，吓死我了！我这把乌鸦闪了，没了，刚吃东西吃哭了。亮亮跟我说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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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死不了。哇，子真敢丢啊！不用不用，死不了。二十秒，二十秒。
我还能溜，小木板都没踩。翻转加速过去的活一阵子。还带闪现的。我也看到了。我人都傻了，这个闪现。他带闪现到出定了呀。把这狗贼吸过来玩一玩。这感觉牛逼。还能溜啊，死不了。废墟都没有机子了，都开了。行，我这边继续在306，接着修就行。可能要去世了。有没有加点伤？没有，死不了。骗他一波走位还能活，骗到了。我还。说死又不死，说不死的时候你又死了，你也可以。随机因素太多了，这波是真死了，我只能蹭个十几刀了。那今天离开。魔术师有随机因素吗？啊？魔术师在修小木屋的，直接过来救吧。我晕去了，我去吸个鸟。吸个锤子，贴门，机子不够，他那边不不，魔术师修完了，魔术师在修，他能修完，你贴门去。他能修完？我和佣兵两个人一起修都没他修的快。加速出来了，他修得完的。我好快。满月呀，知道的。点啊！哦呀，压一刀我日！卖了卖了，把魔术师卖了。大门开了。行行，直接走直接走，把他卖了。妈压一刀，差点害死我。留着。魔术师，我怎么感觉他能溜到大门啊？他这个位置。能溜到大门，魔术师也能走，死跑。闪现，他跑不掉的，必定留的，该。吃个十几刀，绕绕木马，往鬼屋方向跑，往鬼屋方向跑，我能帮你。你这不是送他隐身吗？你看，这不是送他隐身吗？没办法呀，别走了。跟他踩个满，他不踩，他要锤我了。被你拉了。对，锤我了，你走吧。我死不了。我可能要吃刀。哦，吃不了，我能直接开车走。完了，我卡模型了。
传送了，他没传我，没传我。啊，娃娃了，两娃没。你娃娃死了吗？你在三号站吗？你在二号站。二号站，二号站，修电机了。溜了，要来墙上揍我了。我想着你也得溜了，你也得溜了。过来摸你这个板子。啊，走走走走走走走。他追你。那肯定追啊，我残血的干嘛不追啊。怎么不给鸟啊，完了，无人岛。死不了，滑梯还能再苟一波。不追了，不追了，不追了。二号机能开了。那电机收多少了？能开吗？二号机快开了，二号机快开了。我补。坚持不了多久了，我超级无敌累弱。带回去手机子了，你走吧，你走你走。他在我这，在我这。两个枪，没有东西在手上，不可能打。没娃娃了，娃娃被我卖完了，我操！简直要死了。坚持的机子应该差的不多。对，但是还差一台啊。你在哪？那这台佣兵能补，我重新去起，我去终点起。你搓搓宝贝吧。嗯，终点那个，他那台机是遗产机。我那个终点有一台，你在哪？我在旋转木马吗？还是终点？旋转木马，旋转木马。我在补终点。我一会儿得去救人，我有保命。你过来赶紧摸，我佣兵倒了，补不了机子了，感觉。他是不是倒了？没倒，没倒。你又修不动。我救人呀，我有搏命。这佣兵补得开吗？不知道，他又带过来了。完了，补不开了，那你得去补了。你补得动吗？我补的中，你那多少人知道？三个人知道，还不如不修呢。我去摸人还好一点。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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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补了。他补了，他揍你了。摸一下佣兵。你还记多少？不多。他们新起了一台，记得够了。重新起了吗？嗯，重新起了。行。TP 过去了吗？什么 ？TP 过去的还是走过去的？走过去了，走过去了。那他们俩有点危险。去射。他们重新起了吗？重新起了。那这边你卡个半血吧。压好了，直接救吧。接球，接球，接球。凉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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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凉。吹我，吹我，你走吧。TP 了 ，TP 了。你在虚啥呀？是你在虚吗？
我还以为有人上厕所呢。无聊啊，不知道该干嘛。你们当我不虚了？我还真不想说。看看他俩怎么样？先是能走，哎，是跑了好像。明明跑不掉。我在门口的这个人很惨，你看，图在收集，我在，怎么有回声啊？啊，我这有回声、啊，对，有回声，哦，没了，黑白黑白黑白，看我要扛一下，没目的，通通一刀。他要飞跟我说一下，我在墓地。我又不是先知，我怎么知道他飞不飞？可以，然后甩揍了。当时香水没浇啊，估计要秒倒了。我这边二号佣兵在一号，你修就行了。佣兵我自己补，你重新起两台。不追了，好像在二级。要追吗？不知道，应该再追，再追，再追。不是闪现啊，闪现的话早死了，应该传送了，默认传送的，好吧，闪现了。我们修了一点点，不多。哦，佣兵电机我补。嗯。那拆一台啊。两台，拆一台，我去一会儿我从地毯那边开一台。三号有，三号有，我等会修三号吧。嗯，那我二零。你把你自己的补好就行。对啊，磁铁 QDE 按得很准。是四号，不是三号。地窖不在烧烤机，你排一下。嗯，我看小明怎么样的。两秒，我得抢机子。亮秒了吗？强行亮能不能亮？或者要佣兵补一下。你只需要点一台就够了，我这台修钢刀子。打你那打针对了，你要摁住他。摁不了，我得随机子。那完蛋了呀！佣兵在干嘛？你压还是我压？我这弹马上亮了。我压，我压，我压。行行，那我点。还剩多少？那行，那我贴门了。点点点点，能点吗？小娃娃直接贴小门了。闪现，他要针对死挑战石，然后丢伞，直接来红毯，直接走了。超不分，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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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哎呦，这上分速度可以。有相机吗？有没有控制台？没有。那就奇了怪了，什么图？好像是老头。怎么高高的、矮矮的？啊，蜥蜴。哦。蜥蜴应该是蜥蜴，矮高高的、矮矮的。驼背。我在修工厂。我在修小木角落的娃娃在修，我本体打算去双十一。帮你看一下那个，哪里打？好了，不用去了，修不动。那我这边我就用娃娃修了，我本体不修了，没必要了。娃娃修完修海边了。起乌鸦了，不虚。啊，海边我先知修了，那这边娃娃去人皇了。人皇你修过吗？人皇我修过，工厂。可以，黑妹估计下来就是一波。没有，他没头了。他杀我，我说一声啊。中场去中场了，啊，没事，追我还是追我。哎呦，抽了我一刀。我在中场，我本体在双十一。碰撞一刀啊！没了，把我踩死了。中场多少了？能开了吧？能开。那插一台啊？嗯，不插了，不插了。你要过来救人，他们一人一台。跳跳跳跳跳跳跳！你跳得过来的？怎么鸟还没交？救我了！救我了！他要踩你！他要踩你！还没踩到！没踩到！没踩到！不虚！十秒钟啊！你别跟我这站一起啊！你走啊！我也走了。我要贴一下门，地窖在海边那个小门附近。闪现没闪现啊，闪现，你自己预判一下吧。我们三个走了，把你卖了，再见。嗯，走。嗯。接送了，接送。这里有地窖，我记得。这没地窖，这小门。地窖小门。这就不是小门。我在起点，我在鬼屋。鬼屋吗？
那是鬼屋。如意楼。什么？你一楼？如意楼。哦。别说，你怎么可能刷到一楼？他直接去死掉。黑白。飞了吗？没飞。走过来的飞的。快走快走，我是二次。大飞就直接跳江，跳江刚开车走了。你小心他飞你啊！我这边没问题，他飞我他就吃吃鸡了。嗯，去鬼屋里边了，从那个火车身上马过去。他应该炸了，台湾是一台，我一台，你这台差多少？在哪？我在桥上。你绕木马了吗？要配鬼屋了，配鬼屋，鬼屋后花园。那他还是追跳江，不关我的事。我连吸一半了，准备给鸟吧，给他鸟。我鸟。哎，没了。有铃铛了，差不多他死了。你去哪儿？去哪儿？再抽一只鸟呗，鸟走。没看到我刚才身上有个绿圈圈吗？哦，我以为你吸了一只。你爸的吸了。哎呦！闪现啊！我等会儿把它电击补了。我再看一下身上，墙上的机子应该是开了的。那调上师的电机最后一台，你最好重新起一台吧。你看看旋转木马有没有？有的话起一下，没的话就算了。哎，那人是挂机了吗？还是谁、啊？没有没有，他在卡尔明，他让导弹卡死了。他卡的有点狠呢，就骚扰一下吧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夜鹰刀，阿南刀，飞你了，飞你了，哦，没飞，没飞我，直接被天狼师的，飞天狼师，没有没有，飞佣兵，佣兵溜了，墙上的机都没亮，没人补，那你补呗，我这边我也起。这台电机刚过马，刚过马，他可能会去守。他来抓佣兵，佣兵死了，佣兵空刀了，死了。应该能量吗？不是过马了？没有没有，他是破译加速的那个马。哦，那我这台也好了。能修完是吗？那我走了。哎呀，你这个大音量点的差点害死我。好，行，走吧，把我卖了。快点，我顶不了多久。他咬个铃铛，我跑不掉。我活了。
死了。够了。闪现啊！要飞了，要飞了，要飞了。好的，走了，走吧，走吧，走，慢点。做了个表情。这他们速度真猛，真猛，好快啊！那肯定快啊，卖人不快吗？卖人不快还行。那我们今天中午卖了那么多波，怎么都没赢啊？不知道。八点全胜，还有一个小时，打快点吧。嗯。鬼屋，我在二号站。嗯。徒步在鬼屋。哎。我在蒙马，我溜了，怕他过来。你在哪？二号站下面。鬼屋后面，鬼屋后面求金。他没来，没来是吧？没来。应该悬梁木马那边找你。我的啦，卖娃娃，卖死了，娃娃扔出来了。那你就六多少了？帮我套一下机会，我看看能六多久。刚三分之一，不够，我能六到应该几个？开不了，吃几刀没蹭着吗？没鸟，那你只能。铁屁股坐一坐了，我没有铁屁股。二十秒之后你会死，我一定想死了，没下到板，太可惜。可以了，二十秒蹭个十几刀是赚的了。亮了，你坐上椅两台应该亮了，要命坐车过去救你了。也够了，没有。他在二号站下来了，他要用护臂眼，他可能赶到你二挂了。我边在修火的旋转木马。行，那我重新骑一台，然后那条是去桥边骑了。只要你修得完，一过半就行。你行，只能救一次了。哎呦，他为什么不救你啊？弹走了。还好，没过半。你再溜一会儿啊！是。你娃娃修多少啊？娃娃修一半了。右边能不能骑一下救一下你？僵尸能救，僵尸快点上去！僵尸过来了吗？僵尸就是修不开，他的鸡在脸上，在家里面。鸡在哪？我等会去补。说一下。就在那个帐篷后边。有点远，我赶一赶吧。那估计你会死，可能要保平了。我娃能在小门这边卡尔米。他一单，没办法，他要针对你，他要针对死你。技能带了啥？技能是不知道哎，没用过。默认传送门。用命交治愈了，然后他当然抓条羊。带的技能是什么？有没看吗？我这边刚出来。揍那个僵尸一刀两刀。不是他帐篷机在哪呢？帐篷后边呀，帐篷后边。哦，我看见了。他的，你走，你走，走。挨揍了。夫人好了。还没踩出去。他不踩逼了，他踩，搞错了。
然后是在干嘛？他俩在互摸他，他互摸你带走，先走，走远点。走不了多远啊。我不认好了。你在这里去桥上，桥上直接死都行。我他会只能挂在桥那边，这样我那边还有个娃娃能卡个耳钉。跟他玩玩板吧，反正一时玩玩死不了。他要回去守机子了。那这边我重新洗吧。你得告诉他们，你得告诉他们。完了，强势炸机了。完了，重新洗。你别走了，他带着你那边了。没事没事。那我过去修。他要回去守了。明明倒地。哎呦。他回来挑你们了。哎呀，最后一波难打了，两个人走的是一块，这个人怎么还跟着我呀？不能摸了呀，行，可以摸了，摸不了了，摸得了，摸得了，他不知道我们在哪，他是在那个佣兵脸上，我们不在，不知道去哪了，在找你们，那最后一台在哪呀？最后一台就在那个，哎，最后一台，这边三台机子都没有。桥上如果还没有的话，那就是七点有一台。2号机还有一台是鬼屋后边，鬼屋后边旁边有一个人皇机，还有1号机。捡了我磁铁，他在终点。那没办法，赶过去的话太远了，只能修了，只能强修，没办法了。就是强势了。那个电机到底差多少啊？不知道，没碰过，我也不知道。那台机没修多少，我感觉修了一点吧。这个人疯狂守机子，看一眼不就知道了，差好多。闪现啊！我以为传送呢。我也以为是传送。没事，他挂我，他们就能点。六命救，挑羊牙。啊，他俩一起修。我感觉他似乎认知不下来了，还没有弹簧手，农民不一定救得下来。他还从这边绕，绕的话，直线的话很难救。他又守机子了吗？你守机子了。被真实了吗？厄运还是真神？神厄运，这种节奏吧，要来个厄运，不让人活了。这台机差多少？这台机它的钢球不少。那么多，聊一下。又手机子啊？停止了我们的连败，太真实。400人偷下来了。是免费救我了，这是。没有免费救，被捞了一刀十几刀。哇，他如果死抓调香的话，又没美之玉，我救不了啊。看机子能不能开了。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摸佣兵。能修开吗？能。能修开直接修开，那没办法，只能修开了。他这波佣兵，没办法。佣兵要去救，佣兵不能去救。你去。我去救。他去追佣兵了。追个锤子佣兵。别走，我这人没了，说错了。
地窖在哪？啊，地窖在那个那个，就在那，就在那，那个火车存上木马。不过你走不掉了。我在那个小门那边卡了个耳鸣的，他现在佣兵在开大门，佣兵在跑去大门。你直接去大门，你直接去大门。我在小门那边卡了个耳鸣的。行，他现在这是在找你娃娃是吧？对，他应该是在找我娃娃。你们两边都没有心跳。他在开吗？还没到，现在到了，刚点上。行。嗯，能平能平。那应该平了。他被娃娃勾引了。嗯。他带着闪现。再搞一波。在角落。嗯，哪个角落啊？小木屋的那个死角落。红蝶，红蝶，红蝶，追人呢。香水没，哦，香水用了，还可以，还能再溜一会儿。下水没用出来，应该是被骗了。他可能要死了，应该死不了。完了，帮他一手，帮个锤子，他妈吃一刀。小王死死不了，我可能要死。就我了。我还能溜一阵子，机子多少了？射院，射院修的差不多了。现在在哪溜？哎呦，我不认识了，我应该回头了。强子去哪了？他是去大门了吗？差不多，反正他在修机子，三台。不过佣兵赶到我，我过半了。不会吧？哦，他放下了。佣兵修的哪儿的机子啊？沙包那边，集装箱的。差点不正式，我的妈呀！我带四个院了、哦。我给娃娃帮你下个板。哎哎，你卡住了，卡！哎，走走走。哦，行行行，那你卡到了。哎呦，我值慢翻了，两台在修，佣兵和调枪，你那台不用修，可能佣兵小木屋修不开啊，被守了。偷一手，偷一手。冒的乌鸦的，冒的乌鸦。那也得偷啊，有坏板你要给我扛刀啊，他如果打中我的我就被针对死了。捞我捞我捞我，抓佣兵了，我消失了。
那他差多少？他追我来了。差不多了。还有九。那好了。行。我说亮就亮啊、哦！我在吸他吸他，准备亮就。他在压。不是你在压是吧？我娃娃去天门了。亮了，贴到哪边门？大门、小门都贴。行。永斌没开小门，我靠！没开？永斌没开小门出去了，我可能走不掉了。强势来小门了，还行。强势来。你娃娃再开，你娃娃再开，你娃娃超多少？娃娃开好了，传送了，传送了，传送了。开大门了。永斌走不掉，走不掉，你后面扛一刀哦，可以走了。他传送用了，他没传送。能不能走？吃饱了，吃饱了。不行，佣兵跑不了，佣兵狗的。佣兵应该跑不掉，有一刀斩。你走吧。现在有多少个长矛手？啊，佣兵跑了，用护臂了。稳健。特务在墓地，我在中场。小丑，我溜了。小丑吗？小丑。不虚。我溜了，好吃，这地方好像待不了，待不了。墓地没推进器啊，他可能要去中场，或者是小门。小门往中场去了，把他击倒了。推进器，应该找你了。你能往红毯带吗？我在小门。我家死也不会让你杀我。他在墓地是吧？没有，没追我了。不知道去哪儿，那他的墓地拉去了。这我没有信。中场你修了没？中场我修了一点点，不多。那我去补，你重新骑。这有平台。农民被震慑了。墓地没人修啊！小推的机会。我要开去。往小木屋去了，小木屋，小门。去先知了，你能摸前锋吗？哦，不对，佣兵。救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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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，那我摸他去了。撞墙了还是锯板了？他锯先知了，不理我了。我能把这边佣兵摸好。我是补小门的。二级锯了。好门的，我再补。我们准备一半。我日！就差两台，他佣兵一台，佣兵在逛街。佣兵我着急。救我了，救我了！去把先知摸一下吧。
不追了，不追了，你毛毛小心。我看到你了，你摸一下我。被毛毛了，毛毛快开了。一会儿过来，我帮你反击，反正我也没用了。好多残疾啊！有很多一残疾。你这电机你自己补还是我帮你补？他来了，他来了。我帮你团聚，我帮你团聚，你走。我帮你爬板子。不用不用不用，我走了。那都不用吃。不吃我也走不掉的。这边的机子一半，然后小黑的一点点就开，一点就差不多就开了。然后小梅有两台。打得好散啊！你吃钻了没？没事没事。我能去补机子，现在就一个人知道我还能补得动。你娃娃修的哪台？娃娃修的小推的，小推一摸就开，差不多摸个两三秒。行，娃娃死了是吧？娃娃死了，肯定得过来摸我。对，佣兵会去救人。我知道，他摸救完都得摸我，我还有。差一台墓地和小门，小门你亮了没？小门有两台，小门有两台，你过来。行行行，我往小门跑了，你小门等我。无伤救了。我帮你摸好了。还有他在哪？啊，我们打击他。你好了吗？他们说快走，是小推那台，就小门地窖那台，就旁边那台。我们刚才修的，不知道修多少。没有啊，这边人王重新修了呀。我压是压好了，确实压好了。我贴门了。压好了，压好了。直接走，直接走，把前肢卖了。推我们了吗？没有。很灵性。在谷物后边，他出现在哪？我在桥上，他出现在我也不知道。桥上的话，火的旋转木马，我留了。旋转木马，旋转木马，黑白，不是黑白，红蝶，帐篷走了。帐篷走了，那我。对对，仙鹤皮肤，应该要追人了，挑羊师。哎，为什么我娃娃是不是坏了？怎么还冒火？我靠！你有一个电阻表。行了行了，知道你有电阻表了，别秀了。是什么玩意儿的电阻表？哦，接佣兵了，快修快修，用头修。我这边机子只剩一半了。可以，我都不知道我想要有这个把子。还在杀佣兵，小心传送啊！估计打一刀就飞了。传了传了，像一脸要传的样子。上我来了。我电机桥上一半啊。抽空的话补一下。他不追我，你小心啊。我补我电机了。我就是一个什么。你在桥上是吧？对，桥上。修完的二号机。他在抓挑战师呢。修完你来二号机，我摸你。你摸我干嘛呀？你摸佣兵啊？你没事啊？我以为你是佣兵呢。你找佣兵，佣兵我也不知道在哪。二号机是遗产机，二号机遗产机。行行，我会过去的。我在摸条枪啊，他没追。
这个两个拉子的位置，然后带走了。有没呢？哎，没摸好，没摸好，我日！再坚持一会儿，我过来帮你一下。坚持一会儿，坚持一会儿。你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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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直接走。他没飞了，他没飞了，上滑梯吧，能活的。上不了。那你死了呀？没死，我的道具。你娃娃在哪？娃娃在鬼屋。你倒板下吧，我过来帮你。走走走走走，干他一个！是在鬼屋吗？有命的亮了，那最后一台，哇，这边板子下了。最后一台是你的娃娃电机了。嗯，强制在修，强制在修。行，我也过来修了。你娃娃贴门去，你娃娃贴门。能跑多远跑多远吗？别了！哇日！快重新起来，重新起来！我这没有机子了，我怕只能卡满。强师在二楼，二楼喝茶呢，快重新起！你看我娃。幽迷在修，幽迷在修，在修玄幻木啊！幽迷修个蛇。我六，我六。不追了，不追了。你可以到起点那边，我挖在起点。哦，不用不用不用，我补旋转木马，重新起一台就 OK。敲一半了。马上要好了，准备了。没追你吧？没追。那直接亮了吧？到不了吧？全要卖了。他现在传送还没好。嗯，那就直接开呗。直接开，直接开。好瞬间！我觉得他要传送了。他挂完人要传送。我挖了点大门，我能给他开个门。行，我再点终点。你等会要贴一下啊，八层要传。我去贴。有点疼，我得先走一步。他追我来了。确定？确定，追我。把他捞了，捞了。能走吗？我再过去，这门开了。没有 GP， 稳了。我没了。那你趁机打一边，直接。哎呀，难受啊！如果有吃点，我就能走。走吧，慢。
手球，我不一样，我拿头球。去红毯那边了，红毯到墓地。嗯。不在墓地，在小门，小门的方向。在，他在呢，他在套路别人，套路先知，闪现交了。可以了，两台电竞应该都点了。嗯、我补佣兵了，你重新洗。佣兵在脸上，他是几了？脸上。我去红地毯修。那行，那我修一号。刘明被震慑了，快去救！完了，过半了。我们犹豫了一下，这边卡死胶啊。儿子啊，我不让你来 QD 的时候你就是不来，现在想让你来的时候你都不来。你没怀表吗？没有，我没带怀表，我靠！那完了，保平呢？保平打。人家没带怀表，真的是。带了双台，可以。他如果挂佣兵的话，就保平。他如果巨人的话，还能赢。又没怀表没用啊。嗯。我能再救他一波，你修几个？差一台啊。佣兵那台在哪？哎、他不追，不守，快捞，我这边能当他狙，当个锤一锤，全都绕我磁铁，闪现没好，但是快了。兄弟先休息，我去救人，能赢，还有可能赢。能开吗？能开吗？开不了，佣兵在这儿。闪现好了。在哪个位置？四号机。地窖在哪？盘一下。地窖不用走地窖，你想办法走大门就行。大门就。你救我。佣兵在补。佣兵过来了，佣兵没补，你给他发个信号。完了。大号，这小偷不守时。对，俊，我跟你说，我摸你，我摸你，过来，娃娃摸你。行，我找你娃娃去。过来点，藏一下。摸不了了，他来了，摸不了，他来了。不用挡。不要了。哎，挡了也行吗？装了个吞音器啊，应该。嗯，什么箱子？吞音器。佣兵，哎，佣兵不知道。在干嘛？啥都不知道。还要找佣兵去。哇！亮了。我又摸了个娃娃。行，你赶紧点，佣兵要死了。他打算杀佣兵啊？
走大门。再点大门吗？再点。你给他。对，保一下他。他开的是哪个机子啊？小门的，小门的。往小门跑，他在墓地聚的。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能把他带出去不？我这边还能骚扰一下。哎，你不能走了哟！他闪现，他闪现，他闪现，直接走，直接走。哎，直接走。走，没事没事，能走。地窖在他脸上，地窖在他脸上。墓地，我记得。在他脸上吗？看一下。完了。可以可以，赢了。他不知道墓地啊，就在他脸上。记得是在他脸上。不是，刚才。有风声啊，不在脸上。不，他刚才就在那个，哦，就在那儿，就在那儿。哎，算了，他吃一刀也能走，吃一刀也能走。我走吧走吧，吃一刀也能走。他直接被卡位了。我刚好像看到了，我就故意在那，以为是在墓地。被卡位了，怎么的？我觉得我们俩也可以表演一下。我第一时间会把你卖。吸吸吸，我脸上。我在替你抢。坦克遇到的爱情故事，上一波剧情片，剧情大片，国产剧情大片。玩戏可以跟他玩板啊，如果他跳的话，他跳失误的话，可以玩板呀。对啊。没带风窗，张狂一刀，技能不知道，可能闪现吧。默认闪现了，不追了，请他吃死点。就先知了，被抽刀了。剩下一半了。先知要死。我大概，我补先知的电机啊。嗯，先抢了一半，就那个小门最角落那。行行行。鸟呢？他被震死的。我不知道我带着什么技能。震死的，震死。我命都没带。不知道，开长球吧，他撞这玩意挂机装箱了。有卡水，卡水，不开了，开长球用了。那我溜了，那这台差好多。是我吃点了，我打算让你无伤救一下吧。那你吸一下，你能吸到我就拉球。吸到了，吸到了，救！无伤了。还在追你，他上头了。这是要抓我呀？那我溜了，我溜他了，你走吧，他不追了，不追了。那先知也死不了啊。先知要死了，先知要死了，他找到了。那行吧，那我接着补了。他要直接冲去塔房了，被踩死了。他现在是有体力的，二级技能。救人了，快去！我再帮你一把，我等会儿去大房去，帮你吸一下吧，拖一点试一下。他可能在等体力啊。来了，他有鸟，被踩死了，又被踩死了。他刚才是自愈的还是你撞的？没自摸了，他没自摸了。球还有多少？放两下，没事。
没事了，挂一会儿吧，应该能咬好，就看条纹师了。吃完了，那条纹师压吧，我这边我也来帮忙。你骑到我了。没事，我残了一会。你扯，我帮挡。这踩死了，踩死了，一刀。哎，能走，他走了，骑大门，他就揍你了。没，他不揍我，不敢揍。揍我来了。你揍我。我再开。揍我来了，确实是揍我来了。兄弟们注意，他跳过去了，飞过去了，能走就直接走了，走不掉的话跑的。真的揍我来了，你走吧。哎，我去世了。能走吗？能走，但是那我没了。投降成功，哎，好快。这上门速度牛逼，我在对西，我在医院，应该在石像那边。那老头，哇，那没末班车了，慢慢打吧，不急。你就慢慢打吧。我啊就不扔出来了，先拿人手。哎，早上用黑妹了，把那个老头打一顿就好了。打呀，这能量是你的还是谁呀？什么情况？不是我。走吧，这个人。嗯？哦？哎，真是。他走地追你，没追我了。目击一半了，行。我这边走到哪玩到哪，我能量全用了。我啊就先放在那，反正现在都没人受伤。老头在空地上玩手机呢。闪现老头，我有磁铁，我可以帮他一下。佣兵死不了啊！你看这边能量吗？花人了，他那个二级电出来了。
紧的个张光修好难受啊。你能亮一台吗？我这台应该能亮，修一半了。我这边信息强快了，修个30秒左右就差不多了。过来揍我，揍我妈来了。我这台亮了。能点就直接点啊，这老头没一刀的。哎，吓我一跳。你修的哪台？音响的。行，我控能量，你修吧。稍等我一下，你在走位，骚扰他一点。OK， 修吧修吧修修，没能量了。再扎一下没了，这个东西。手里的，手机子。他贴你，他贴你。哎呦，闪现锤味道，闪现交了，闪现交了。这怎么又卡起来了？又卡起来了，又卡起来了。老头子生气了。有这不有用啊？我这还能瞬间移动呢，我的天！他们在干嘛呀？他们俩？我不知道，逛街吗？他俩在干嘛呀？你等会儿直接用头过去修吧。反正我这边就玩机器了，我也玩机器了，打个分吧，打182，反正就在这看着，你杀不了我，你在那边玩，我在这边玩，好吧？那边都已经被我玩完了，那我就差分，一直200分的差。他们锤你了，锤你了，还玩，给你老头子来一下。大金蛋还没有啊，现在电机快亮了，快亮了。啊，怎么都累了。有人在修吗？这边双板没有能量。行。能量吗？要不要我要被挂了啊？还要去电了。没有能量这地方。
吗？你能量？能起吗？能。哎，我还没起呢。有个自摸嘛。行，走吧，老头应该死的差不多了，我再给他来一下。他是不是在划我？没有，你是在想摸吗？开门，我开不动。啊，有没有卖了？有没有卖了？走了，卖了。这么让我刷一刷，刷完之后，哇，我这个标志都没有，我靠！哎，好狗，哎，他来了，哇，这太真实了，我这连标志都没有就没了，我心太崩了，太真实。也还行，我的分不算是低的。唱一下。